人几乎每天都在使用3C 产品，眼睛长时间处于工作状态，导致眼睛酸涩、眼周紧绷、睡眠品质不佳，要是还一整天戴着隐形眼镜，那眼睛就更加干痒不适了。你还在购买抛弃式的眼罩来紧急舒缓眼部吗？现在有更环保 CP 值更高的选择，就是它 5C 小支款热敷眼罩，充电式眼罩可循环使用，更环保，免插线就可以发热使用，使用电子晶片恒温控制，42度最安全，震动加热敷，轻松享受眼部 SPA 按摩，小资族也负担得起的按摩享受，现在就靠它放松一下吧。一台可以同时享受气压、震动跟热敷的眼罩有多猛？来，剪辑师上画面。智能气压功能，按摩眼部穴道超有感。你觉得使用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其实蛮爽的，它这个气压真的是有在按摩这个眼睛，然后又热热的，也太爽了吧！长按2秒就会开机，点按一下就可以切换模式。总共有5种模式可以切换。第1种模式，全自动模式。气压加震动搭配热敷，轮流各1分钟按摩眼周跟太阳穴，搭配40度的恒温热敷，非常适合用眼或用脑过度的学生或上班族。第2种模式，爱美模式，它是只有热敷功能，这很适合平时注重保养的人。它的功能媲美保养品导入液，透过热敷让保养品更快吸收，导入液用完还要购买，但是 5C 眼罩可以持续使用。第3种模式，睡眠模式，它是只有气压按摩，常常无法顺利进入睡眠状态或长时间处于精神紧绷的人，非常适合透过气压按摩来帮助放松，而且使用15分钟后，它就会自动关机，不用担心戴着戴着就睡着了。为了能更贴合眼部穴道，5C热敷按摩眼罩加长设计，材质也选用人造蚕丝蛋白皮，手感非常好，很舒适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可以像这样180度的折起来，完全不用担心它很占空间。像这样放进随身包，就可以直接出门。